那我们大众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若为先道者，当于五摄云守；若为身梵天者，当于君持守；若为往生诸天宫者，当于红莲花守；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，当于宝笈守；若为先道者，当于五摄云守。先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修四禅八定后，再修五种神通，这个时候是属于先道。若加上般若波罗蜜多，那就是佛道了，就是成就佛道。现在是说想要当作仙道怎么办呢？当于五摄云守，好，修五摄云守这个法门呢，就可以成就四禅八定，得五种神通。若为身梵天者，当于君持守。若我们不想生在欲界天的话，要到色界天梵天，好，那我们就要持这个君持守这个法门。那君持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平止。好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，当于红莲花守。好，那我们前面讲说要升到梵天、色界天，那这个诸天宫可能是欲间，我们可以修这个红莲花守的法门。若为避除他方逆贼者，当于宝笈守。好，那这个总共四十守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二十五支，现在第二十六。如果避免一些逆贼，这可能是政府的高官或者司令官，或者他方有造反的人，或者有贼，为了铲平观世音菩萨。会说这样一个法门，好，当于宝笈守这个法门，这个宝笈守也是一样，供观世菩萨圣像，也要供阿弥陀佛圣像，然后弄一个宝笈守的模型呢，供在观世菩萨圣像前，然后诵咒，好，七天，好，三七二十一天，或是多少天就会成功。若为了扫荡地方逆贼，我们就应该修宝笈守这个法门。若为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者，当于宝罗守。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，当于毒如藏手；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，当于数诸手；若为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者，当于宝罗手。宝罗手呢，好，就是召唤一切诸天善神，这就本身有什么恐怖的事情，需要召唤诸天善神来守护，保护你的安全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应该修宝罗手这样一个法门。也是做一个图形供在观世菩萨圣像前，然后诵咒就有效，召唤一切诸天善神。以前听人家说一件事，就是在举办禅期的时候，他恐怕会有事情，他特别请一个神来保护这个禅期安全。好，那密宗也有这样的事情，大悲心陀罗尼经也说到这个法门。好，若为使一切鬼神者，当于毒如藏首。若是我们要想要鬼神为你办事，当然是人所不能办的事，鬼神能办，你命令鬼神给你办这件事，鬼神怎么会替你招呼呢？当于毒如藏手，你修这个法门呢，鬼神就会替你的命令，就会给你办一些别人办不到事了。那这个事情呢，观世菩萨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佛教徒宣说这样的法门，佛教徒可以这样学习，不过按照前面的文说出来的情形，都应该要斋戒持戒，好，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呢，都应该是要对人有利益，不会害人的事，尤其不妄语戒。若说有一点不真实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，当于数诸手。假使一个人他希望十方诸佛速来受手，受手就是不空三藏翻译的大悲心陀罗尼经，还有其他性质经呢，都说诸佛受手就是令你不恐怖，就是使令你不恐怖。在十六观音经也提到受手这句话，就是接引你到佛的世界去的意思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让我们没有恐怖的意思含摄在里面。他不愿继续住在这个世界，对这个世界呢产生厌离心特别强，所以他现在离开这里。这时候希望速来受手，希望十方诸佛赶快接引我到佛世界。好，这样解释会比较好。说是这个众生，他希望十方诸佛能尽快接引他到佛世界。如果你欢喜这样，当于数诸手接引，
就可以修这样一个法门，就可以满我们的心愿。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。